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，但是爸爸就不一样了，永远都看不顺眼，看不顺眼。女儿的男朋友、女儿的老公，怎么可能？女婿就是爸爸的仇人，情敌。来来，许大哥，来来来，许大哥，许爸爸，许爸爸，这么一讲，谁敢站上来？今天我们是一个团队，你们是 team， 我们是 family， 一打二。我跟你讲，爽就讲出来，爸爸，你被孤立了。女儿宝贝，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，掌上明珠，对不对？再怎么样，我跟你讲哦，女儿一句话，爸爸全部融化。融化，你有没答应过小可的吗？怎么可能？没有，这一生什么都还有什么？爸爸买给你，要天上的星星，爸爸也 OK， 就是不答应他嫁给 Ben 而已。对爸爸来讲，这个是第三者哦。小王，可是我有对他好，我有小白啦，小白，你有献殷勤，你要把人家女儿抓过来，这个对不对？来，爸爸，其实你对 Ben 的印象是什么？刚开始印象不是很好了。哦，来了，对，很好，没有。但是我就跟女儿讲，我说这辈子我很相信她，女儿长这么大了嘛，对不对？她有她的判断，对，好与坏她负责，自己担。对，我如果干涉她的话，也许是很好的一段婚姻，对，被我破坏掉，破坏扼杀了，所以我不敢贸然出手了。对，然后我说好，可以，然后他就说阿斌想约你，是，我说哎呦约我，我就去，然后他弟弟也跟我一起去了，是，然后我就觉得哎。一见到面，我觉得他真的彬彬有礼，哎，彬彬有礼，对对对，而且先礼后兵嘛，对，真是好，黄鼠狼给鸡配，有，然后他就很有礼貌，然后就跟我讲说，我跟小可交往，然后其实他们那时候已经要论及婚嫁，对的，但是他很有礼貌，就说他说我会跟小可到美国去向他求婚，哦，是，然后你答不答应？我说我女儿都答应了，我能讲什么？对，那这样很 OK 啊，相处上面的人总是会有摩擦的，对不对？都你觉得老公跟家人会有不和吗？其实我觉得，因为爸爸现在跟我们住，毕竟就是年轻人跟长辈有时候住在一起，有些年轻人的习惯，长辈会看不惯。OK， 对，像我就秉持着吃饭的时候不能看电视，然后爸爸就觉得除了不能看电视之外，也不能用手机。哦，家人吃饭就专心吃饭，不要一边吃饭。我们聊一聊啊，最近是家人的，但对面那个他就是没有办法，你是手机控，手机控，他手机就一定要在。吃饭一定要配手机啦，我吃饭肯定会滑一下看一下新闻啊什么的，不安对不对？真的，我也是这样，怕会 miss 掉一些讯息。可是有时候真的蛮生气的，因为你就会觉得说在吃饭，我因为我们家小朋友多嘛，所以在吃饭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唯一大家可以坐在一起一起享受的时间。我爸爸就是我孩子的阿公啊，有一次对啊，哎小朋友他们傻傻的在那滑手机，我爸爸突然间呢吃饭的时候唰就站起来。想上厕所，然后定格在那边，然后所有人都吓到，手机拿在手里，公突然间坐起来站着，干嘛？所有人看着他，他说了一句话，我们吓到了，屁滚尿流，严重哦，我的手机呢？所以你怎么这样？你怎么对人家岳父交代啊？你这配合吃个饭就有啊，我有配合。后来我就把手机对都尽量不吃了，尽量不要。他就少滑一点。吃饭的时候就把手机收起来改掉了。但还有家里孩子多，我们少掉一个注意力了。别理那些该聊的都聊完了嘛，是吧？啊，你对岳父有什么说法？我对岳父利用今天，利用平常不要私家都不要讲，今天讲出来。对，因为在录影嘛。因为像我们跟岳父一起住嘛，那有时候我跟小可出去。两个人同时间出去工作，那难免可能需要岳父大人帮忙顾个小朋友。对对对。那可能因为他老人家可能怕孩子吵，是，可能就是待在客厅，那可能就是电视就开着，那让小朋友在那边看电视，那可能自己也在那边玩手机。手机学你啊，遗传。对他可能没有吃饭的时候玩手机，可能就看小孩的时候就玩手机，那可能就注意力没有在孩子身上。这个时候孩子各玩各的啊。对啊，对啊，这 OK 啊。你叫我爸，那我觉得还是要跟小朋友要有点互动，对不对？互动，对孩子，你误会了。我跟你讲，孩子根本鸟的跟你互动，他们想自己玩手机，玩 iPad。
我跟你讲，但今天我们确定是要在太岁的头上动。哎呦，我们有时候人就是这样互相亲近一下，很错。我们也做了一点这个测试，好吧？平常不敢做的，今天咱们想回家。哎，李生，见他们讲是对，来吧，阿Ben的挑战来了。回家里面已经塞好了几台机器了，今天要来整的对象是我的岳父，岳父大人，准备好迎接你的震撼教育。好了，好，给他们一下，给你们出去。心脏很跳很快。啊！我很怕哎，我真的很怕哎，我就这样出来了。通常呢，我一不在家，他马上第一件事就是开电视，然后就是给小朋友看。各玩各的。哪里来的步骤？抓到抓。他陪他看卡通。他是陪他看卡通。我的计谋呢，就是想说，让岳父大人呢，在家里面帮我顾着小朋友。岳父还脱腮看电视。岳父不注意的这个空档呢，我一次要把两个小朋友全部带走。那当他再回到客厅，看不到两个小朋友的时候，会怎么样呢？我不敢想象，但我更不敢想象是我会怎么样呢？完蛋了，我觉得我会被他扒成皮吧，我敢这样弄他。好歹你还活着。我现在就请制作单位假装打电话给我岳父，然后说要跟他鬼搞，那先把他支开，先把他支开客厅。喂。喂。哎，我是。支开，支开。有有，门关起来，门关起来，给你看，这样子。大家干嘛啊？做鬼哟！紧张到把自己锁起来。阿爸，你怎么会靠自己叫小孩跑走啊？哎，他们也不知道干嘛就跟着出来。我好紧张。悠悠，白凯欣，白凯欣，哇！哎，整个脸僵掉，不然真的会吓死。他打电话，他打电话，我不知道他打给谁。你是不是搞笑呢？喂，你是悠悠吗？他应该打给小可。他应该带着小可。我刚接电话了。接电话。你的助理刚刚不在。人不在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在家。在家。因为我们答案都不在啊。都不在。跑过来看，跑过来看。刚刚跑哪去了？啊？我们叫了整栋楼都叫了，为什么？你们的家伙真是的，跟长辈开这种玩笑。紧张的小可爸不断的来回寻找，但就是找不到小孩。你们好呀，你们真的很过分哎。就只是单纯的把孩子带走而已吗？错，我今天还有更大的要来吓他。喂，在看什么吗？哦 ，OK， 啊。你干嘛？怎么？你开个门，我讲一下。就我刚才设计睡觉，不是你们家小朋友趁我在睡觉的时候就跑去给我画成这样。怎么可能？我拿椅子在这。几号？几号？我谁会画成？是后面而已，18号3楼。你们小朋友跑去那边给我画成这样。我刚怎么？不可能！我接个电话，怎么可能？因为我起来就是看到他们啊，我没有看到他们，他们跑掉了。我现在怎么办？我这衣服是从表姨从国外寄回来的，我先不讲运费多少钱，这衣服要价15万。骗谁啊？你上面就不要听，然后等我女婿他们回来。好好，我顺便看一下小朋友在不在。对对对，好，谢谢。因为我看不到，我也找不到人啊，我一转眼就看不到人了，不知道跑哪去，跑这么快。跑哪去了？小鬼。悠悠，悠悠。此时阿Ben回家发现岳父把小孩弄不见，究竟岳父会有什么反应呢？你好敢吗？你还要质问他？你带他们出去玩啊？没有啊，不跑哪去了？谁？我刚接个电话，不在。不在？对啊。什么意思不在？然后说18号有个人怎么一个女的跑这边，说买你画的红红的。画红红的？对啊，然后说找你。
找我。他说我把空气给他换了。啊，小朋友呢？你今天早上来的？我以为你带出去了。没有啊，我刚不是。你说你们带出去了？哎，没有啊。你好坏啊！演什么不知情啊？白猿。没有啊，我整个都找了没有啊？白猿。没有啊。我们也没有出去啊。我现在找也找不到，外面也没有啊。我刚去外面了，外面也没有。不要跟他们住了啦，好可怕！我觉得又好可怜，搬到破家里。爸爸感觉要哭了。小朋友怎么会跑出去嘞？对啊，不知道，从来没有过这样吧？没有啊，他们也不会自己往外跑啊，也不可能啊。搞不到啊！你们真的怪不得。我出去看一下，我去。你一定出去偷笑。怎么办？你看心情如何？我很错哎。哦，你看你，为什么这样乱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这样乱跑？你看也找不到你们怎么办？带我们去的。也找不到你们怎么办？没有，没有带你们去。哦，没有。我们在看你看孙子不见你会不会紧张？看孙子不见你会不会紧张？啊，你满身汗的啦，他也是满身汗的。这个真的不能开玩笑，不要开玩笑，鸡皮疙瘩起来。谢谢爸爸，让你受惊了。开玩笑，好，好了，没有十八万，没有，不很恐怖，没有十八万，对，很恐怖，真的。好，谢谢。还记错的蛋，连衣服都穿。开玩笑太过分了，来小可帮爸爸报仇一下，怎么可以对爸爸做这种事情？来，红色彩笔拿出来，红色乖，要怎么样？不，这什么狗啊？狠，然后呢？狠王。哎，你不手软，不手软。哎，这至尊剑，我现在是诈骗歌手。爸爸，这样够吗？爸爸，这样够吗？徐爸爸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这样可以吗？ OK 吗？不够，还不够。爸爸，那有时候不够。哎，你是你自己本身要。请坐。